什么？Hello。修的好好看，你拍了？我看看。等一下给你看。你有没有粉饼啊？有。他说需要用什么借一下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谢谢欧文送 YY 送的荧光棒。啊，今天来看我公演了，真的假的？你看 SPY 了吗？我感觉我就那个 SPY 的造型好看点，其他的造型都一般。这不是我新衣服，这是那个的。感觉我今天一，我前面部分都有点懵，直到跳了 SPY 我才稍微那个一点。对啊，跳过，但是衣服换了，造型也换了。小麦，你的西瓜，你给我搞掉了。我那个鞋 ，sorry。你给我买新的。好，我给你买新的。那个鞋子没站稳，因为那鞋子大一点儿。用那个鞋子大一点，和卡比，我明明是跟湖丹跳的，尬，我不知道现场看的是什么样，你们现场看是什么样吗？今天在的人。我今天，哦，嗓子不是舒服，感冒了你？对呀、啊。哦，我啥时候能换发型？我真想换个卷发。你说我咋那么奇怪？淋了一场雨。我后面还看了一下那个，回放。Hello， 哦，我眼睛怎么了？你是第31个。感觉咋样？哦，这个空调能不能开啊？那个一点。你看我穿的，感觉还行，只是我今天就是嗓子比较那个。我今天嗓子比较低沉，不舒服。哦。你打着游戏呢，看到我直播马上挂机过来了，真的吗？你现在是在哪里啊？所以，所以你现在在哪里？王者晋级赛啊！
赢球了，音乐无所谓。我怎么感觉这个？当然不是，我差 S 妹才没到，明天应该能，今天已经到上海了，明天就回成都了。明天回成都了，明天到吧，应该明天白早上到，我怀疑，因为今天现在已经到成都了，不是，现在已经到上海了。我怎么觉得，我就不要这个光好看点。对，我们是明天 CKG 是后天，明天晚上不是，明天早上到上海那个手机，他现在已经到上海了，应该是明天派送，是明天派送。找个保洁阿姨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肯定到，肯定能到，肯定能拿到的。肯定能拿到的。嗯，我就说明天早上去机场，不是明天下午才去机场，把我的名字带到重庆，我还要打喷嚏。我今天好一点，比昨天好一点。笑死了，没关系。看一下我的搭档在播吗？啊，胡丹下了吗？好吧。脑子混了，朦胧美，我也不知道，今天难道是这个镜头比较花吗？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镜头擦干净，我刚擦了呀。是这样的。哼，擦干净了吧？我感觉今天那个 spy 的造型好看，然后其他造型一般。好了。所以我很好奇你们，我这个镜头弄个变装视频 ，Unit 的衣服也好看是吧？可惜当时就是，本来我都换上那个 Unit 的衣服了，然后呢，他们有些人的 Unit 衣服被收走了，所以就没有穿 Unit 的衣服。就是鞋子有点大，我觉得上海的姐姐弄发型就很好看。其实我现在就可以把头发扎起来。算了，今天不是不适合扎，等你要换衣服再扎头发吧。鞋子有点大，确实。细跟的鞋子，那我完全连路都走不了，跳都跳不了。我今天发的，我今天没发。哎，
明天回成都了，是真的，不然就不穿了，什么不穿了。我现在在那个，我不在房间，我在那个小曼他们房间，因为我没有房卡，我就在找小曼他们。不知道耶，你可以去搜一下，你可以去搜一下。啊嗨 ，Hello， 什么时候去吃东西？你想啥时候去啊？我不知道了，我问你。等一下。哇，地震了！你想吃啥？我不知道。CGT 是成，就咱们俩吗？还有，你问一下那个依林他们呢。我去问问他们。想吃啥呀？不知道啊，你几点下呀？你呢？我刚播。我不知道啊。太漂亮了，姐姐。对。啊？所以呢？我问问。所以去吃啥呀？海底捞。哦，我都行啊。海底捞还是啥？我想去外滩走路。你腿不疼吗，姐姐？不疼呀。年轻人精力就是好。那外滩应该没多少吧？而且半夜去哪有人？明天我们俩都没电源，我们俩。我要睡觉，我今天作息可健康了。啊、外滩12点熄灯，好吧。那好吧，但我还是想问，不知道为啥。我去问问他们。如果你们要凌晨出发的话，我先睡一觉，你们到时候过来把我叫醒就好了。好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啊，卡黑屏了，这样好了吗？不卡了吧？哈哈，谢谢天线宝宝丁丁送的7荧光棒，谢谢天线宝宝迪西送的荧光棒，谢谢驾驶姐姐送的荧光棒。谢谢宅真心乖宝宝送的荧光棒，晚上好。真好奇怪呀，这样拍。谢谢，真诚乖宝宝送的荧光棒，谢谢天线宝宝拉拉送的荧光棒。今晚好慈祥，好慈祥是什么意思？不会在骂我吧？
慈祥是什么意思？好累啊，送错荧光棒了。我不是固定的呀，我本来站位是四号位。会什么甜一点的歌？要甜一点的。端庄，什么意思呀？是我今晚很慈祥，是我感觉在骂我呢？怎么？我怎么感觉在骂我？我试一下，怎么穿这个鞋子跳完 slide 的？就是功夫练的，练的。改名字了，那我就会忘记了。慈祥是用来上年纪的，说我显老是吧？你不会的，怎么会说慈祥呢？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生气了，我生气了。啊，这个，那个 ，Love That， 那也不甜呀。啊，哦，我知道你了，我知道你了，我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。你去看看我和蔼可亲什么鬼，你看看我那个打开口袋，你点进我直播间，我看看是他们说我今晚很慈祥什么意思。你今天是挺是很慈祥。什么？没事。哎，在哪？很慈祥是什么？直播的人好多呀。什么什么、嗯、什么意思吗？看看呀，我黑屏看到了。你今天怎么这么模糊啊？啊，我今天很模糊吗？就是没那么清晰感觉。为什么？我刚擦过镜头了。但是还是好看的。慈祥，等一下给我看看。哎呀呀，不小心退出去了，重新进。朦胧呗。最好是。啊，我现在说话又开始这样说话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怎么有点儿？好多拉拉。你说的是好多天线宝宝吧？还有什么歌啊？谢谢皮皮花送的玫瑰花。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。谢谢乖宝宝送的巧克力。你截呀，你要截什么表情包？给我看看呢。你才行。你才行，拉拉。哦。算了算了。哦，乔木。新舞呀。是吧？不是哪儿慈祥了我。你来给我形容一下慈祥什么意思？就是今天。可能是有点累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不跟你讲话了。我知道了，小曼给我解答了。什么
是吧？什么？不是，等一下再说。我知道你说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的，就是。说。没什么，还好。快点说。没什么，真没什么。快说。真的。那个，就是你今天现在直播状态，就是跟我平时连麦，你就是这样的。啊？对。我平时跟你连麦是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今天没有这样看吧？就这样，但是你平时就感觉今天感觉就是这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信你问他们。你现在上不？我现在上。Yes or yes？ 太晚了。啊 ，Yes or yes？ 好，我拍视频了，我的 KPI。拍吧。算了，确实把大家给带偏。哦，刚才有点是玩的嘴小吗？唱一首歌太……谢谢小狗送的蹦迪儿，我好想打喷嚏。确实。不知道吃啥，不知道吃啥。谢谢至尊怪宝送的荧光棒，精彩。在车上。哦。不要去吃夜宵了。哦，等一下，一会儿还要出去吗？要出去？你们去哪里拍呀？就在这儿。好。不会的。对啊，他们拍视频。他们拍视频。我的搭档怎么下了？我的 spy 的搭档怎么下了？等一下，勇敢！我也是的衣服。Hello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那个。我在看雷霆梦幻天眼的那场翅膀。啊，好吧。你在干嘛？我刚回来没多久。你去哪了？我去电影院呀。什么妈事？你的刘海怎么像喜羊羊今天？我不知道。像那个喜羊羊。我不知道。喜羊羊，咱俩天生一对。他们又卡了，怎么会卡呀？谁卡了？我卡了，你卡了，是他们自己卡。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，不是，肯定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就是，我们顾虑，这个是默契，这个是我们的默契。好烦！我今天还得洗头，明天早上9点就出发，我服了。你明天几点出发？明天9:40发车，我真服了。明天吗？嗯，累得比狗都还要累。
天哪！我可不可以不洗？我就明天就这个发型直接去店员啊！我真的，我头发快被自己洗秃了，我要。本来什么？反属了。好卡。你回家吗，弟弟？我不回家呀。你回成都就是在那待四天，就待成都了吗？对，我应该会跟朋友出去一下。好吧，我要回家了，不要太想我。那我会想你的。不要太想我，回家前回家回个四五天，然后再回来。我不在的日子要照顾好自己。好。照顾好自己。好。我会在口袋上和你进行连麦的。好。挂了。拜拜。微信说。拜拜。拜拜。谢谢小狗送的蹦迪儿。谢谢宅真真乖宝宝送的荧光棒。我搭档也在直播。我没看到他呀，他在哪里？哦，等一下，哈。没有人真找，我来连一下他吧，那就。Hello， 我的搭档，我刚刚找你，我说你直播没，然后他，我说我找了一圈，我没看到你播。哦，因为我下了。啊，我就说你是刚上了是吗？嗯，我刚刚又上了。Hello，Hello， 我去凑 KPI 去了。什么？是录抖音吗？差不多吧，反正就是 KPI。啊！你怎么又白，眼睛又大，然后脸也好看？我怎么这个头那么奇怪啊？看起来。我哪里好看啊？我觉得我今天好好看。今天是什么好看？是这个发型吗？就是，发型好看，眼睛也好看。不是我在问那个人。我知道啊、那个，我知道你在问别人，我就顺便回答了。我打个光，哎，打个光不行，打个光太油了。我打好帅。算了，不打了，这光，不如不打。今天在站区看我，你今天在哪边呀？左边还是右边呀？哦，不要念 ID， sorry。 为什么你那么亮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算了，这灯不如不打。 MC， 我今天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我今天感觉除了那个，我感觉就只有 SPY 的造型好看一点，然后其他时候我都在。我今天不知道咋了，我今天 MC 在发呆，就在那儿。我刚看完，可是我他们跟我，其实还看到就是有人说我，啊，等一下我脚抽筋了，怎么了？说，虽然说我是第一次听吧，但是说我。说我真人不好看啊？啊，是吧？大家都会觉得真人比那个显示好看。我今天就说哦，真人好丑，但是嗯，
他们是线上跟你说的，还是线下跟你说的？没有，没有什么线上线下，说就是我不小心看到他。我觉得真是挺好看的，单腿，真的。但是我觉得你线上也确实很好看，但真人也很好看。我觉得不就是同一个人吗？是吗？嗯，可能是比较，我也不知道。我怎么感觉我那么丑呢？我这，你哪里丑了？我这很帅，他们都说我每次一连麦我都看不下去，我这个脸、这个头、这个脑壳，他们都说你很帅耶。谢谢，那是靠舞蹈美化的。哎，是不是哪个角度比较好看？你在哪？哎，你明天有电源吗？什么？明天有电源吗？有啊。有。嗯。好吧。你今天是吧？对啊，我电源坏了。啊。我本来还想去吃。吃什么？吃点好吃的，我想出去走走，感觉要离开上海了，有点舍不得。然后呢？结果了？结果怎么没去呢？就等会儿下了就去啊。下去？你这么晚还去？对啊。说蹦极竟然不好看的一个，不是，没关系。第一个说的，反正现在十个人九个人都说我线下好看，就他一个人说我线下不好看，所以是他的问题。没关系，我们这儿的人夸你。他说梦迪今天 MC 简直美颜暴击，笑死了！别说了，那 MC 我在发呆。没关系，有漂亮漂亮就可以了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有漂亮也。没关系，反正他们看着你的，他们看着你的美貌，他们就。哎呀，也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，没关系。反正那个大握的时候，反正都说是那个线下比那个好，比线上好看，就一个人那么说，所以我不要 care。没关系啦，一个人这样说就无所谓嘛。哎，就算一百个人这样说也无所谓，反正我觉得好看。我受不了你啦，星星。本来去对面夸嘛。本来今天想，真会说话是吧？单对太爱我了。今天很漂亮，谢谢。谢谢，想不出名，暂时叫这个送的玫瑰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星星顶着过来的。谢谢，真他让你过来夸我啊！谢谢，他爱我，对呀、啊，他爱我。你爱不爱我呀，三队？我这个人不好意思，不轻易说爱啊。嗯，对。你怎么在那儿？爱你。想你啊，嗯，接受，这他在我们房间，等一下我留他说话。丽丽在后面怎么那么傻呆呆的，看起来今天平时在我心目中这么可爱的丽丽，今天怎么在干嘛？丽丽发送信号。谢谢真诚乖宝宝的钱，不，荧光棒。蜻蜓问何心曼好，笑死了。好了，你别对着我，怎么突然变这么温柔？小曼怎么突然变温柔？我一直都这么温柔。我服了，为什么你们在对面都那么好看？你快来！不是你开那个灯，就是那个桌上有一个灯，有一个台灯。我开了，我怎么是黄的？你开一下台灯，你开了吗？你开一下。
你别把台灯对着脸，对着地下，对着桌。你对着桌，对，对着桌子，别对着脸。对着手机。等我打个散粉。你用手拿着不会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要跟着对面的漂亮女孩子去。谢谢修界送的蹦迪儿，谢谢。哎，我在我眼睛，你对着我，不好意思。你怎么卸妆了？哦，你几点起啊？我11:30的时。天哪！可以换个妆。你的粉丝来了，小曼。谁？不会是？哟，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还是感觉那么丑呢？为什么你们那么好看？因为我们好看，所以我们好看。我怎么认识你？你谁呀？我不认识。我终于知道你直播啊！我学到了，你是这样啊？我平时就是放那儿，我就不管他。好甜呀！亲一个，快亲亲我。亲不下去一点儿，嫌弃？不是，我害羞。阿青怎么不说话？你俩搁那儿要亲要亲的，我说什么？那你爱不爱我们单队？单队爱。我不轻易说爱的，你们别说了。这笑死我了。可以打吗？怎么早知道不来了？我这么甜，你说我甜不甜？甜。你叫什么？单队。对啊，单队啊。单队，我甜不甜？哇哦。还对着自己，别对着。你今天怎么那啥起来了？怎么那啥起来？谢谢。我说小曼，你先谢。你来谢一个，你帮我谢。你谢。你的礼物怎么让我谢？太卡了吗，三哥？送给曼曼，他说了。送给曼曼，谢谢。是吧？对。确定一下 ID， 我怕读错。谢谢曾思纯最喜欢我的。完了，我突然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咱们不怕。谢谢。他说啥呀？你们？我们来说悄悄话，你过来，我说给你听。爱你哦。你别。你在跟谁做？你在跟我做吗？对啊，跟你啊。你不想要吗？你嫌弃吗？你在三楼，好远啊。你来嘛，送给妈妈。我知道了，就是全靠小曼送的夜蝶是吧？把你拉黑，现在就把你踢出去。就是如果只有我就不送是吧？我懂了。好了，你以后每天都在我这儿。谢谢加湿器水分送的玫瑰花。我现在开播。氛围好好。好，你看。对呀、啊，跟他们在一起就很开心。快移级！我们队长在这儿同意了。怒什么？怒什么？就是，我懂了，就是没有人为我而送，没有人是因为看我送的是吧？我懂了，现在全把他们插出去。快让阿星说话，单队说话。谢谢，也送给你了，小曼。不客气，不要理他。啊、哦，不行，他会敏感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还是爱你的，摸摸。送给我。你在跟谁说话呀？你到底？不会飞的蜻蜓，谢谢一束玫瑰花。我听都听不懂。不让他听懂没关系。慢慢天下第一可爱。受不了了，拜拜。我的。拜拜。他说拜拜就拜拜，他真是就是我平时跟他连麦也是，我话没说完他就给你挂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以后不要跟他连麦了。我要再去连一下他，这会儿我要拍精神视频。你别点错了，这么多人。他不接。我是天下第一可爱。莫特的两个小哥，干嘛？怎么又来啦？我问你爱不爱我呀？受不了一点儿，我真的。你快点说吧，单队。
不说，跟你不说，不准睡。哇，谢谢宋雨琦送的高级马卡龙，谢谢宋雨琦，是张伟女士送的两个高级马卡龙，谢谢。我知道只有你是爱我的，这个月把房贷还了，多少给我送个礼物好的。没事，你慢慢还吧。哇哦，我懂了，你才是我的真爱粉。谭队，你说话，谭队。你在几楼？那说不出来一点儿。怎么了嘛？是啊，真的，别让我说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就像你听不下去小曼一样。什么意思？小曼，你来我这呢，我看看你在来我这有没有那么好看。快去！你，我想骂人。房贷还了，多少给我送个礼物？好的，删给还房贷给我送礼物。你房间号多少来着？你房间号多少？来五楼，我接你。哎，我来找你吧，我要来挣分来了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对，来我们一起挣分。挣分。过去。找啥？他掉火星慢慢的吗？就你一个等级一，好尴尬的说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包眼啊！你果然爱我的人一眼明显，周三你好吗？可是你还送，你一边说我一边送两颗高级马卡龙，要颗吗？真爱啊！你会用手机吗？用姐姐，我都听干什么？受不了。我也受不了。干嘛？你去哪儿？谢谢露露，谢谢露露，谢谢。这有挺好看的吗？为什么在那个房间里面那么丑？哎，受不了。怎么思妍也在这来了？不播。这个角度真好，以后就在这个角度播。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可能？什么？太难了。角度很好，像不像？你看到吧？你们想看吗？真的想好傻呀！听出来了，很傻。有没有高分？多少钱？口袋，口袋。换你口袋。哎呀，吃土的情况下，匀出你两年的工资，那谢谢你两年的工资。哎，好远，我真是。你两年的，两个的高就好。你看看对面人家的粉丝多热情，你们呢？冷漠的人们。没有，我的真爱粉就只有那个谁，其他的人都是就是送给小曼的。还有我的真爱粉都跑到何梦洁直播间了，生气了。没事，你的就是我的。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以后不上来了。我以为我们永远有话说。嗯，还有不会飞的蜻蜓送给我的。等一下，你是真爱在干嘛？里面在打仗吗？谢洛洛，张丽丽在拍视频。等一下，冷漠。等一下，六，抽这个葡萄不包。Hello， 你知道开始什么？开始吗？你最好挡死，暴露出我的房间的那个。你好搞笑。哎，我来看，挺好看的呀，给我看看。你们是不是他们说我的玻璃也那么好看？因为你不好看。不是，不是，因为你太好看了。好了，在直播间给我垫款。不是，哦，有回应，他说没关系的。
哇，谢谢宋雨倩，谢谢粉丝送的蹦迪儿，谢谢可怜的小滚膜给梦迪的皇冠，哇，谢谢。怎么这么暗呀？就是你这个问题，我怎么知道为什么那么暗？对啊，你看对面。哎，哦，你得这样走，你看。对，现在我进啊，可以，是的，是的。那你过来，你这样坐我这儿。没事，你播吧，我播。我帮你播。快快速！我跟他们说我在阿青直播间呀，他们全部过来。为什么你这上面看我还挺好看的？对呀、啊，是你显示问题。那跟我，那我，所以这个就不是手机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不行，这个我在阿青直播间，快来快来。但其实我用我自己。手机看着没那么好看，什么啊？阿青，你这个直播你不会很累吗？好重啊！这样显脸小。别照我。美颜，开美颜，阿青是不是没开美颜？嗯，对。全开。有人爱去打死你，全开！终于是为了我送的，全开！哎，不是，好像。要看我的那个封面，好好看。对呀、啊，嗯。哦！这什么外星人脸？变外星人了！阿青，阿青快来直播！不是，看一下。受不了了！丽丽快来！感觉我这边都好，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我亲亲是吧？想我了吗，家人们？耳鸣了，而且不读了，点个彩的叫唱，我把他拉回去。关，好麻烦呀、啊，一个一个关。你有一线同志吗？有一线同志吗？我来调一下，我来设置一下。好的，拉回去了。我来设置。我要是把那些全开开，秀脸还没拉回去，是把什么拉了？秀脸。好，我们来开秀脸，看这是我的脸。Oh my god！ 干什么？然后大脸要被打是吧？干什么？好吓人呀！他把你都弄乱怎么办？我拉了。你挡着我的光了、啊，这是我的灯光，这是我特定的角度。我现在变外星人了，我这边也很吓。不行，我要把它全关掉，好吓人啊！怎么在我头上跳舞呀？好了，我把瘦脸什么的都关了。我出现在别人的直播间，就是不出现在自己的直播间。不是这么好看，你也很好看呀。我不是在房间通知你们，让你们来阿青直播间吗？坐。这个光不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我想自己开直播。没人管你，死活没。小包帮我把手机拿过来哈。我刚刚了，我操！但是还没发。没人管你的死活吗？我帮阿青播一会儿，阿青在忙。有音乐跟响。我的咖啡杯不知道。咖啡杯飞了。开自己的直播，开播，是吧？直接开。这个光怎么这样？你过年我关掉了，告诉胡庆明天。告诉胡庆明天骂他。我现在也是零。星星，他说让你来。
我现在受不了一点，对不起，摔了你们。嗯，目的你想看吗？看什么？你给我送，给我送嘛，我自己开了。嗯，啊，这是我看看的，这是我精挑细选的视角。傻逼视角，就是这个视角，傻逼。不要笑，这边不能受伤，这是我的脚。谢谢。我两边直播间我俩照顾上。谢谢。然后发微博去。阿青送的夜曲。阿青过来谢谢。阿青过来谢谢。好傻，我打两个红，谢谢。你爱我，那你应该在我的直播间送。哎呀，我怎么感觉你们都在阿星那儿？你们快回来呀！我回去了的，我咋不看出来了？过来给我看看。你怎么下播了？我没下，我用他的那个播一下。过来嘛，他在跳舞。你过来嘛，小妈。你过来。小胡呢？小胡在旁边。小胡在跳舞。我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好重，我真的忘了。啊！你怎么开三个直播？两个，这个是阿青的，帮他讲的。好傻。那也算，那不算。不，这个光没我刚那边好看。干什么？我来，我们来互换一下。你要换哪个？换这个，你换这个。哦哦哦，我又打两份工。青葡萄好吃吗？青葡萄好吃，我买的。同时看八个，你们应该只能看一个吧？哦，那叫蹄子，好的。哇，这个好清晰。真的吗？你把它开亮一点。找到小麦。Hello。嗨。梦迪去阿青的直播间了。你怎么？你能去我自己的房间吗？你怎么就到处乱跑？你我在我自己的直播间。我就是今天跟班队跳那个 spy 的那个。晚上好。我要照顾到两个直播间，没有进错。不走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好忙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为什么你的比我白一点？啊，你就今天在站着。去隔壁看看。那个，哦，嗯，hello。我在，我拿着两个手机呢，我自己的和梦迪的，我现在是两个直播间同时进行。晚上好。没有进错，我去隔壁看看看。谢谢。一个人打两份工。谢谢。原来要在这里才能看到我，哈哈！飓风小雨姐，你给我送夜蝶，我谢谢你，但是请你先回到我自己的直播间好吗？谁？你看你的，我的是不是黄一点，你的白一点？哎，是真的，对吧？哦，等一下。这个是你的是吗？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为啥呀？不知道，我的膜的问题可能是。不要。小心一点。我才把你手机摔了。你们有口红吗？我要借一下。别拍到私隐了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快，你快谢。哇，谢谢，不会飞的蜻蜓。送给小曼的夜蝶，他送给何梦迪的，他上刚刚一直这样说，自己拿。
哇 ，iPad 开播，我下次不行，我下次再用 iPad 播。好，那他问你不管他死活了吗？跟他玩，跟他玩。卡吗？你不是有指纹吗？我哪有？你有？有吗？没有。你有？没录过。好吧，我的生日。好像是唯一。喝不喝可乐？单对，喝不喝可乐？我不喝。思妍，是不是葡萄？什么黑呢？我黑吗？现在还看不看？我看你在两个，我黑了。我看你在两个直播间长什么样？差不多的。谁黑了？他说我黑了，刚黑屏。我的生日是多少？猜一猜。卡，这边还有人说卡。不对呀、啊。一个人说卡就是他卡了。不对、啊。很多人说卡才是我们卡了。啊。反正就是我的生日，我有两个生日。两个我不知道，只这一个。你说一下那一个是什么时候？说我。不准给他啊！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我不知道。0807，我要宠你。阿青都不记得我的生日，伤心了。不是、啊，哇！那我生日是多久啊？丹队，没有说过。好了，上次我还说我生日的时候，你还在那祝福我、啊。0807是我的农历生日，农历的。那啥，农历。晚上吃的小馒头，怎么？连为一吧。迪迪在阿青的直播间。小曼记得阿青的生日吗？小曼的那个备注是阿青，有阿青的生日。那你说出来。你好。爱你。谢谢恩。呀，谢谢曾思纯最喜欢我的夜蝶，谢谢初学的夜蝶，爱你们。你好，不是，我觉得这个特效为什么会这么长？对啊，送给迪迪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送给我，他说爱你哦，梦迪，爱你们哦。换人了，对，咱们就是今天换人。谢谢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楼梯间拍的好好好看。为什么我觉得小哥？我为什么觉得你手机拍出来好看呀、啊？真的吗？我觉得你手机拍出来好看。打我呼坏了。谢谢宋雨骑士张薇女士的荧光棒，谢谢。你管一下这个。哦，对，你不能记拿着这个直播间就忘记那个。Sorry， 忘了。你想瞅？这个嘴唇性感的，没怎么涂口红，我刚吃东西了。谢谢。六。是吗？我可爱。谁哄我？忘了是谁？刚刚是谁说让我开的？我也忘了。我就是，哎呀，我卡了吗 ？Hello， 没卡吗？所以我就开了。Hello。刚刚是谁让我开的？啊？谁让我开的？不可以哦，不可以哦。是吗？看看你怎么了？他说我们家双胞胎。我们俩哪是？我们找个等一下，不是，可能是这样，是双胞胎。我忘记了，是信息的。好看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你的更好看。真的假的？对。Hello。不，我一直在我自己的这儿呀。你的直播间不一直挂着吗？是你要到处乱跑。我等一下、啊、看错了。我真的觉得今天美一点，我要学梦迪的直播角度。怎么？我是这样的说？你是这样的。瞧我整的好辛苦，我一直都在，你就要到处乱跑。我觉得你的好看。我觉得你的好看。我俩换手机。你们能不能管一下这儿？等一下，我又忘记了。好看的。
我一会儿又觉得这个好看了。真的，阿星的那个也很好看。我真是个花心的。我要学他这样，他是这样的。我快请教一下如何性感。如何性感？如何性感？快教教我。如何性感是吧？嗯、就是，你说呀。算说了。没关轻轻到处响。那你正说卡就代表你卡了，不是我卡。首先切的好辛苦，因为他不是，所以不可以骂他的，骂他我也伤心，他会伤心的，他真的会伤心的。不卡吧？会吐的。我怎么又在这儿了？梦迪说我的我卡了，卡了，卡了吗？我卡了吗？好了，找我，我也就在这两个直播间，怎么了？你们想我了吗？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聊过天了吗？你们是想我了吗？你们想我就直说，你们是想我了吗？哈哈，没黑你，然后结果想我了。走了，不许走，不许走。我今天又弄这么晚，哎，哎，马上我们要离开上海了，见不到了，见不到了。我跟小曼也见不到了。没关系，你想我就来找我。我跟小曼他也见不到了。我不凶，他说我凶，我没有凶。谁说你凶？他说我凶，一点也不凶。小曼就是异地恋了，我们两个异地，哎。我觉得我不敢往那边走，怎么又开了？我刚刚凶，我跟小曼、就是，好吧，说回刚刚的话，我跟小曼励志，啥？励志回上海？什么？我什么？我到底有几个好妹妹？我就梦迪一个好姐姐。我也不想走呀。我就小曼一个好妹。什么眼睛眼相真的好，谢谢。慢慢变样了，没有变，我都忘了管你直播间。咋了？你委屈了？什么时候接的头发呀？哎，今天呀，今天刚接的。不怼着脸，不是你今天的，不是你今天的怎么不清晰啊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我镜头？你弄一下，你用纸擦一下。用纸擦和用手擦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哇哦！谢谢帮助突破上的荧光海。什么一卡出来几个？你刚刚喝了什么？什么？木六。小曼说六。你们两个。来这儿真的变好看，是吧？是开了美颜了。心字错了，我是温馨的心，我是温馨的心。对，我给你开了。哎，这个美颜好看，看一下。你没事，你别晃。这个是入口，这个调滤镜吗？我不知道，看看。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没有啊，小曼她没调。你是调的什么呀，小曼？调什么？啊，应该是调太高了。你不许动我的参数。我不动，我就偷一下准备。他们说这个好看。真的吗？你这边我也给你调一下，这个参数不好看。美白啊，不是不能念出来。不能开美白，美白开多了不好看。你照着你的不好看，你这个好看。照着我的调。不好看，我是迪迪。调一下这个，我有一套我自己的参数。
明天几点握手。阿青跟我的时间不一样，阿青是两点多到四点多，大眼38，真的吗？我们时间还是不一样的，可能是因为咖啡厅不太一样吧，会小一点点，所以我们不一样。直播间都对不上人，这口袋出 bug 了。他是2:15到4:15。烦死了，怎么说话、啊？谢谢晨晨的荧光棒，我被他们带了荧光棒了。谢谢晨晨的巧克力，谢谢晨晨巧克力。我真的吓你了，但是我取消了，哎、又不要上班。那什么事儿？我们什么？今天公演掉光了？没有。嗯，那我又取消了。谢谢帮主互报的荧光。摁两下暂停的，结果摁了一下，你哪个是你呀、啊，宝宝？在哪儿？你就看哪里。最好是不，我真觉得梦姐的直播间比我好看。我觉得你的直播间比我好看，就我的不好看呗。其实都是别人随意送的一个荧光棒，谢谢。开心。海胆送的一个荧光棒。快乐。好吵。给你们来一套运镜，看你们看不清楚我的脸。我旁边好像就是 Hello。我咋在别人直播间一点羞涩？啊，因为。我没有，很高兴认识你们 ，Hello。对啊，小曼变长发了。看是谁说话。不认识。对啊，我是何心曼呀。六。谢谢 OYYONY 的荧光棒。什么天不怕地不怕，何心曼这边小女生，我本来就是小女生。梦迪直播就这样的。我怎么样的？不是，我真不是这样。你问他们，就是这样。我直播是不是就很正？就是这样，这个角度，我没有这样。谢谢自旋三态超导体的蹦迪，在核心漫直播间可，哎呀，我的这个美瞳滑了。我真觉得你的这个比我好看，比我的好看。我也觉得，放回来看看。到底哪个好看？我回来了，我觉得你的比我的好看。哦，这个光这样才好看。嗯？我回来了，跟他们说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你们快，你们快回去。我的人呢？快回来！我已经学到梦迪的精髓了，我以后直播就这样。好看吗，家人们？想迪迪，快去找迪迪。谁想我？不好看，你现在说不好看，讨厌。我以后就这样是不是？走了。别这样，不适合我。这是我学到的东西，怎么不适合我？我真的是两面一米，脖子不累，两面手累，这个手要一直举着。对啊，他是吧？他模仿我。给师梦迪就这样看着我。不，我的小曼最好看。我的小曼最好看。要是我有这个玩意的话，我会选择快点。哎，主持人，不能笑。他模仿我说话。不知道哎。就这样。取消不了吧？那能取消早取消了。他模仿我的角度，他说我平时这样的，我平时哪里这样的？不那么大说话。他说我平时这样的。谢谢白菜的荧光。我家人们谢谢白菜的荧光。这就这样。是啊，你们这样。我吃的。你怎么观察这么仔细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脖子不累，手累。我吃了这个，就我留还有点长。明天剪个好吧。我想剪。我也得。谢谢平时说不能，谢谢。自己随便剪。是吗？不算剪很短，别说你剪的剪的那第一是谁？那第一是谁？发型好看，谢谢。就是个愤怒中带着悲伤，什么？我没有要求的。我分个中分看看。挺好的，就是学到了我的精髓。来，你来，大家学一下。你不能睁着大眼睛，要这样吗？说你悲伤吗？你很愤怒。稍微眯一点。
等一下。这样吗？什么猥琐模式？我哪有这？真是。他比我还妩媚。什么？就是这样。以后就这样跟你们说话。看出来了吧？好了，我还是回归正常吧，这样还是舒服一点。那你是怎么着？我来模仿你。谢谢亲爱的玫瑰花，我是这样的，就是把那个手这个架在这儿，嗯，然后就不用管它了，然后你可以解放你的双手，然后你就这样跟他们讲话，啊，就这样就很随便。我直播，他们刚开始就说我直播，就是他们说我直播不好看，他们说我直播就没台上好看，就什么，我以前是还喜欢这样。挨着。我哪里是个仓鼠？为什么？但是现在是不好看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你应该说没有。就是，给你吃一块儿。给你吃，张嘴。我竟然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张嘴。你要用什么？干什么？咋了？抽筋了。我脚抽筋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怎么抽筋了？给你摸一下。你知道吗？我经常大半夜睡觉，突然给我抽醒了，然后被。多多揉揉，主要是为什么？可问号。什么？我给他揉了。对，好了。我正常直播。好了。那什么？可以叫我。什么是我想的？没有。这样乖吗？怎么吃可梦迪豆腐？我没有。快说我没有。你们吃不到吧？笑死！哪有这样的？多喝点牛奶，长高，小曼，你还有机会。我再长高一点，就比梦迪高了，真的，我们两个现在差不多的。羡慕可心慢，不许羡慕。谁羡慕可心慢？哦，谁？你直播间的人都要羡慕我。笑死！我的亲子的月亮。什么开心为准？我1.58米，谁说我1.49米？我的妈呀！梦迪他谎报身高。我没有谎报身高啊，谎报。谁有泰姆飞充电器啊？给我充钱。没有。丽有。欧阳。我没有有吗？谁在一起了？什么？我160的机会很大的。后面的月亮。谁把我的灯关了？我今天有多搞笑吗？我就是在那我们出没有。不好意思。我们那个出门。就是出来，然后我不是去换衣服，换成这个裙子嘛，我不是刚订阅完，然后我侧面的拉链不明显，还好，然后我没拉。你跟我说过了，我给说了。六 ，sorry。什么？我是可以。谢谢你，你推怎么没158的荧光棒？晚上怎么这么活跃？我本来不活跃，梦迪过来找我了，他就跟我聊天，把我聊活跃了。什么心不在焉啥？这样显脸小。和梦迪的鞋今天是不是大了？那鞋是大了。是啊，然后我还跳完了一整首。你去看，我刚看我的那个风，我才看到空了那么多。好，我等会儿去看。空了什么？我158，别说我155。我没有心不在焉呀，还好姐姐发现了。对啊，谢谢这个美妆姐姐发现了，要不然我真的就是完蛋。这样显脸小。吃一个，谢谢。我小曼哪里在？谢谢。我就吃一个就可以了。158，空了最起码。好了，再给你们聊7分钟，我就走了。梦迪吃吗？奶茶。梦迪吃吗？什么？太远了。不吃哦，谢谢。好的。那小曼呢？我想吃。你们在？谢谢。在小曼和丽丽房间。吃。哈哈，加一。对啊，这是我差点发生的大事。主要当时你知道吗？我刚走到那个哪儿，然后一堆人在拍，然后我还绊了一跤，我还差点摔了。谁158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们，你帮我播一会儿行吗？我上个厕所。我帮梦迪播一会儿，梦迪，等下我给你挡住。我今天没有故意的。就你
什么？月月有。你不是不说话吗？那你的手机怎么这么好看？你是小馒头，你是假的小馒头。有手好红。哎呀，哎呀。这个手机用不同的角度。好了，不这样说你了吗？我看得过来，我看得过来，我看得过来。你们粗犷的声音是阿青。你是针织棒，好。六。哪里是我的声音？好可爱，谢谢。今天不准备送礼物。装机位。很符合阿青的人设。我们阿青是什么人设？谢谢小便分叉的巧克力。谢谢你夸我帅。我和阿青谁高？当然阿青高啊。不废话。社会我亲哥。嗯，谢谢。小曼播了好久，小曼也才播一会儿而已。可是我吃过蛋白吐司糕，挺好吃的。啊，好好好。嗯，回来了。嗯。嗯。什么东西？阿青又成熟又小女生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嗯，我就是成熟小女生，我也很成熟。我那天买的芥末味的大白兔呢？没事吧？你买芥末味？我等会儿去吃。这芥末。没事儿吧？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花了两个东西吗？是不是？两个吗？跳舞跳另一边，可能一到深夜就往另一边。双卡双待什么东西、啊？一个。我们是同义词。明明有两个。芥末。妈呀！这玩意儿真能买吗？有啊，小曼。双卡好累。咋又换了用的？哦，好吧。那不也是两个？是性感一个。啊，对啊，他很，来性感一个小曼，小曼性感一个。等一下，今天新学的，学呀、啊，我能像不像？我明明没有这样，我真没有这样，像不像？我没有这样过，就是这样，我没有这样播过，但是像吧？我平时看你直播也是这样拿着的，我没有这样拿，我一般都是放这儿这样。那也差不多，哦、有点意思了，对吧？就这个刘海，今天刘海很讨厌。这样是吧？你看我，你磨没磨换到精髓？你看我。为什么我他们那个样子？哦，还要这样。搞成这个样子，我也学。为什么小曼？笑什么？去小曼直播间看他模仿我，还不像小曼。来，我们也学。小曼，你看。学我就这样，这样看我。看我，这样看人，然后双眼一定要睁大，对，无辜的感觉，学到了，学到了，学会了，这样，看看看看，来给我取经，啊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放大？我对着这边，这样，没有，哪有这样？他没有那么做作，不是我做不出来，就要那样一点，哦，不。不这样，这样你再看，而且我眼睛真不大。我看，这样看我，不是我说、哦、我看你。别看，害羞了。哎，头梳头，哎，梳子呢？地上。谢谢偷渡奇智痔疮的玫瑰花，真可爱。哎呀哎呀哎呀！不是做作，是美丽的女人都这样。这不得收点学费？以后我也这个样子，
我也这个样子，这样子比较美丽一点。对，首先我们这个地方顶光有点吓人。对，我们说话就得这样。哎，怎么夹？我真夹不起来。我也不会夹。夹什么？我会夹。我知道你会夹。你要夹一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要夹一个。我不会夹，我只会变粗。我不会夹，人家不，人家不会夹。我们去给他们展示好不好？展示，我们先模仿单队。你要我说什么？你先给我提供一个吗？单队是怎么播的？怎么？单队是这样。我是随机的，我有时候。得把刘海掀开。这样。爱你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这是你的特点。哈哈哈哈。害怕什么？不许害怕。我们三个在干什么？来，你先模仿嘛，那个动作 spy 来，你先模仿什么？我想看小曼，说话也不能露声。谁啊？看我模仿啥？我想看小曼跳那种性感的。我今天刚给他们看过我以前跳性感的舞，他们说一般般。我跟你们看我今天的巧克力之吻了吗？你们两个一个看都没看，我生气了。我是不想看吗？那不是因为我们临时出了状况，我们都还在那改。哦，对，我们是根本自己都搞不赢了。今天那个，我跟单队的那个 spy， 我们那个箱子，我今天给你们看了性感的舞，你一看本来你不会没看吧？你不在后面。然后后面学夹子，我跟单队不叫夹子，那个叫萝莉音。好，学萝莉音。学，你说。把你的声音。把你的声音，把你的声音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受不了了！不了！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是这样吗？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是这样吗？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认真的，再来一次。他们让我闭嘴。把你的声音，把你的声音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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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教学，再来一次，快，学一学，干嘛？来教学，你凶我？啊，我没有凶你，哎，怎么敢凶阿青呢？对不对？他们让我不要那啥，他们是我在惹他们生气。谁说的？你们谁说我们阿青了？谁说阿青了？宰了。谁说阿青了？你看，他说让我把嘴闭上，就不闭。阿青，继续说。不要怕他，那种 KK 的。明天来把你干掉。你明天不许来打我，你要打就打蜻蜓。哎，可以可以。说啥？不是夹子，这是萝莉音。再来萝莉，再来。除了声音往前，声音还往上。哦，往前往上，往前往前往前，往上往上。再来再来。对，你要让单队来，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。我的指甲不能。我一定不笑这次。我也不笑。我想笑啊。说快我怎么说嘛，说什么嘛，把你的声音往前往前往前，快往上往上往上，快再来。我这不许笑，小曼。好，不笑。如果笑怎么办？笑了就笑了。我一笑完我都笑先笑。我真服了，干嘛怎么说？快点，我刚没凶你啊。没说你哦。谁揍你去了直播间？没有揍你，我谁说要揍你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听他们瞎说。我已经笑完了，我也笑完了，我正经了。看，不是我们自己看模仿给你们搞笑了。是我，我笑我自己，谁笑你啊？谁笑你？把他踢出去。就是来，谁没有人要笑我？来，对谁说谁有意见，我们把谁踢出去。我爸跟我说你脸好小，每次公演站着旁边，显得我脸特大。没有，我感觉我脸看起来一点都不小。没有，你的脸就一点。你的脸真的很小，很尖的。夸你呢。来吧，快。明天请我喝奶茶。好，请。好，我现在就请。我现在就请。你们一人请我喝一杯奶茶。好，没问题。干嘛还把我露出来？别把我露出来。没关系啊。快。就是把你的声音，你说呀，我没笑。哎呦，我眼泪要出。往前，往前。我真憋不住了，就继续呀。往前，然后，然后。你还说呢，我说出来了，不好意思。是这样吗？往前。
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我们不去海底捞呀。往上。哦，要不知道去不去海底捞？你要去吗，雷西梦？我没怕。侄女要去吗？什么？想被我踢？爽什么？好想把你踢出去。星星，给我出来！星星。想被踢是吗？星星，让我帮他跟胡丹说他走了，他走了。等会儿，不准知道出不出去。不准走，阿青说不准。哎呀，干嘛？哎呀，我的眼睛，怎么了？你们不能欺负阿青，你们欺负阿青的时候，我就欺负你。阿青爱你们哟，摸摸。你看这个人非要把我让他踢出去，我踢出房间。什么？踢出去，踢出去！我帮你踢。踢了。你怎么已经踢了？你让那个星星给我回来。我的表情怎么了？哎，笑死我！我和你们不服。谁一走就是谁。波波，他也没有说为什么他看不惯，看不惯我的萝莉音怎么了？那是我正常的配音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求骂！星星在旁边睡觉，不允许，让他爬起来。求骂，单对骂一下这个。骂谁？哎呀，这个谁有毛病吗？谁会骂人？谁会骂人？不会骂人。啊，踢了就封号了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也踢过，踢了不是重新。哦，进来吗？就是这个号，他进不来。他说不要，爬起来，他不要。慢慢开直播，爬起来为什么不要？开了。我怎么一听骂人就激动了？我哪有啊？睡死了。他是真的很困吗？他真的很困就算了，他不是真的很困的话，他不是真的很困的话就要踢谁？拍拍他的脸。别我搞，我是拍拍他的脸，把他拍起来。我是长的脸。我这个我现在这样，又那个了。我们两个怎么不说话？我在想要不要去吃海底捞。现在呀、啊，我明天要是没有工作，我肯定跟你一起去。但我明天有工作，思考一下。他说就是不想起来。明天几点发车？两点。那让他起来。哦，那让他起来。两点。你前女友是武林区的。两点。哎，自拍一般就是。星星精神得很，我一点也不会。会一点常德话还蛮好学的，很简单。白菜也在跟他们一起。他俩的声音盖过了。没有吧？他们应该没有。没有吧？一点多发车，哪儿？我十一点半发车。没事，他有其他号。我十一点半就发车。我什么时候发车？我十一点半发车。啊，小曼他们很早。我是第一批。我不是。没事，行李慢慢收。你们都欺负我，我真服了。自己解决，他说。看我多爱你们！我还说我去找我朋友呢。你朋友在哪？上海呀、啊。去呀、啊。我现在只有，大概就，发生啥？我就八个小时睡觉就行了。发生了大事儿。对啊，我太爱你们了，不准备开的，但是还是开了。我刚真笑哭了。我太精神了，我现在怎么这么精神？感动的哭了，我不信，假的。你好，玉玉。小曼是这样播的，小曼。小曼是很。小曼是这样。在唱歌。小曼你是这样播的。小曼是这样播的。我想躺着播，但是一定很丑。确实。但我不敢尝试。笑死。才三分钟，我就卸妆去了。要睡。阿青躺着播的，以前就被踢被封号，真假的？今晚直播收起来慢慢看，笑死了！什么？你们俩在干嘛？我也要啊！我服了，干嘛你们？我也要真无语。我直播给你们卸妆。才怪，没有的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身后是谁吗？哦，最下面的人是谁吗？怎么我要？最下面的人是单队。单队。不对，不对。对，不是没看过。啊，你们刚刚没看到。小曼怎么不脸红？小曼为什么要脸红？小曼。你干什么？你走开！我让小曼脸红，小曼、啊，等一下，小曼，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！你干什么？拜拜！再见大家！别再见嘛，单队！别再见嘛，单队！哎呀，我受不了了，你们俩！单队，别这样。
单对比，单对。单对。你找到我，你我的脚。等一下。干嘛？看好多问号，我真受不了了。都什么问号？你们什么意思？笑死！给我带，快给我带，给我带！啊啊啊！你抓到我刘海了！笑死了！妈呀！我是故意的，我看都没看。三对，你又想报复我？受不了你俩了！你下来吗？没有。别下！这是我好早之前。不是，不是，口红都没了我。我怎么像个傻子？刘海是我的命。来了。一九一二三四。哎呀，梳子呢？因为旁边太多疯子。梳子在。什么？什么？你说，你说谁是疯子？那个，那个。你释放我。啊？我袁一杰也在吗？袁一杰？没有。哪来的袁？这是谁啊？那是谁？他还跟谁连麦？那星宇，我都准备下了。Oh my god！ 我爸怎么输零了？跟战队撒个娇，那他被吓死。我突然觉得逗别人好好玩，我知道别人为什么要逗我现在。受不了了。帅不帅？帅不帅？有没有帅到你们？我除了那天，我对，我除了那天，其实我除了那天之外，带了，说我老了。就是他那个刘海，我不知道在给我整什么，就是我不想听。三十了，我要走了，拜拜。你无聊也爱逗小孩，你爱逗我对吗？我都准备走了。拜拜。你无聊。我在小曼这儿，我准备走了。小曼别走，拜拜，爱你们，我受不了了，爱你们，拜拜，我无聊喜欢逗保安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我要下了，爱你们哟，你走了你会骗别人的吗？去，不可以，我真的，小曼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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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小曼你这个是不是调的跟你一样的？我刚给你调了一下大概。哇，我觉得调的好看多了。拜拜，不要想我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什么？你在催我走吗？明天能不能去握你啊？你明天来握我，你有券吗？我没券，谁赏我一张券，我明天去握小曼。你们明天给梦迪一张券，让梦迪过来找我玩好吗？你们不会都走了吧？下次好好给你们播。明天见。今天是场闹剧。直播的灯光。什么今天是场闹剧？不许。五十好钱，五十出一张，五十出一张，三十出。这边有更便宜的三十。这是四十，这有四十的。哇，那有哦，这有三十的，有便宜的。羡慕明天见。不用羡慕。所以今天是多少？我们今天也见了呀。所以到底正常价是多少钱？多少钱一张？二十多吧。所以说这个券要从哪儿才能搞到啊？二十九，这有二十九出。二十九不是你们这个二十七出？哎，这有二十六，二十六。哇，这有五元出。假的，一看就是假的。哦，二十七。开盘买专辑，那个专辑有什么用吗？你们有分吧？二十五出，二十五出，二十五出。上帝。明天交易。明天交易，明天来找我。明天见。说了明天见的人，明天都要给我明天见。二十四出，但是你券好吧？为了握手券才买专辑。说的只有我跟你们说，我爱你们，你们。他好像在。奥特曼。我真的很少说，我都没有说过爱这个字。你刚才不对我也说了这个字？对呀、啊，你也对我说了呀，小曼。别这样。爱你们，拜拜。以后就不跟你们说了。对，爱不能轻易说出口，以后不跟你们说了。我操，赶紧去休息。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慢慢，好嘞，好嘞，把你踢出去，把你踢出去，小子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我说走就走。我再过几分钟走了，你下了吗？我下了呀。
我再纠结一下我去哪儿，然后我就下了。不是你的房卡呢？我房卡我等袁姐回来。嗯，袁姐还没回来？对啊。他干啥去了？嗯，怎么这么多？你发个微信问一下，问一下呢。好。要一个葡萄。我回你们呀。哎、搜圆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哎，你有吗？你没有吧？没有。啊！我还想没。我不好意思去，这么什么不好意思，下午带你去。那，这还不敢加前辈的微信。嗯。我也要吃。你刚凶我了，不给你吃。利益。可以。我谁凶你了？哇哦。没有，你没凶我。怎么了？隐藏姿态。如影一般存在，梦想咖啡厅的包，谁要跟我一起看？我派出我的灵魂陪伴你，我现在在你的肩膀上。嗯，啊？我说我派出我的灵魂给你，坐你肩膀上。哇，这个是你自己剪的还是什么？什么？我自己剪的。我刚看粉丝发的。嗯，好好看。我看。你不看？你刚不想看的。看看看看。哇，这咖啡厅好好看啊！拜拜拜拜，我马上走了，马上走喽，马上走喽。哎呦，走路。马上就走呗，我四十下吧，再过四分钟带你走。好了，都看完了，好累呀、啊！先看好好看的图，我看看，我也想看。嗯、啊，朵朵睡觉了是吗？你感觉？嗯。朵朵睡觉了是吗？下次请不要误上我们边上的人吧。快看好看的图，这几张。哦，是不是？好看，好漂亮。嗯。哦，好漂亮。可以点赞吗？不要走主路。举报你的那个。你的那个谁来了？谁呀、啊？那我等吗？你看什么看？他说，慢慢，怎么滴？啊，我这邀请他们一起看 spy， 哎，来看一下 spy， 我今天还没看，我看那个回放。等一下，下播了。谁要下播了？你要下播了？马上下了。好。虽然没走，在我旁边。不是我，干，我只是嘴巴有点干。我要下了，笑死。自己跑了还不让你看，他说。啥？他说你自己跑了还不让他看。我有个绝技，就是我的嘴可以动很快。你可不可以？不可。怎么耶？你是不是有病？我的绝技。下巴是单独的。小心下巴脱臼。不可能，我一直都这样。啊，你原来说的是这个角度是吧？你来，我现在帮你拿着。你说是这个角度吧？对，你就喜欢这样，这个角度好好看。来，温柔的人在直播间说话也要变得温柔一点，不能像以前那样大胆一点。你要走了吗，三队？你要走了吗，三队？三队别走，三队别走。平时没见你们那么热情。什么？我平时也这样。别走，三队。别走，三队。三队别走。三队。嗯。我现在
半边脸好美啊！我懂了，咱就是说我那我来全张脸，你来半张脸。什么叫半张脸好美？就是一张脸不美是吧？就对。你看我的眼神，让心跳开始沸腾。Tell me, baby。妈妈，你还把眼睛去哪儿了？我是你的身啥？我哪里凶你了？我明明很温柔。哎，我要坐下去了，我下去了。拜拜，去休息吧。拜拜。我们明天是不是一组的？不是。我哪里凶你了？是一组的。真的吗？啊。那你明天能来找我吗？没关系啊，也就是加两份，你欠我两杯奶茶。还有我欠。六。我明天给你点好，给你带上去。那你明天来找我吗？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没有凶你。拜拜。完蛋了，好晚了。哦吼，完蛋。完蛋了。以前都不撒娇的，现在会撒娇。没有，我觉得逗别人玩挺好玩的。逗谁玩？就是逗丹，对啊，他很害怕。对，他很害怕。他很害怕，然后我就喜欢逗他玩。但是反而是那种你一上来就让我撒娇或者让我怎么样，我就做不到。嗯。他说我凶他，我什么时候凶他了？你明明这么温柔。就是小曼都说了我很温柔。Tell me baby 是你的谁。妈呀，小曼真的温柔。对啊，小曼谁说的？他小曼本来就温柔。背景音是谁？什么背景音？今天公演看我好看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小曼，叫我干啥？你粉丝说你不温柔，完蛋了！我的睫毛。第三个人是丽丽，张丽丽，她在那看东西，看笑了。没有，我们对别人都很温柔，只是对那种就是。葡萄没了，好像吃完了。笑得好灿烂，是吧？丽丽看得太开心了，有点。哇，12:42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还在播啊？你回不去呀、啊、你？我回不去，好烦。他回你了吗？谁没回我？完蛋了，我昨天的 KPI 没发。昨天多少号？昨天。昨天12号，今天13，14号，1到7，我数一下。为啥回去？因为我没有房卡，我现在那个东西我都堆在门口，所以我才来小曼他们房间。酒店电话主要是还要下去拿，去前台还要拿一张，我们都拿了两张了。他就是想在我房间。在哪里？就是想在我房间再拿第三张，有点，而且明天就要退房了，就想说懒得拿啊。你们明天就要走了？对呀、啊。嗯，舍不得。我也舍不得。舍不得。哎，你等那个我去看你们。好。为了和小曼贴贴。嗯。笑死，才不是，我才不是这种人。哦，可以让前台帮我开门是吗？嗯，我不知道。三张房卡也可以啊，那个小月他们房间就三张房卡。那我下去拿房卡了。嗯。那我下了。可以啊。哦，让前台上来帮忙开。小曼别走。小曼走了，小曼走了。
小麦要卸妆睡觉了。你说我为什么老凶你？你这个话就是，迪迪不要走，拜拜哟，小狗，拜拜，小鼠。好了，我真走了。我也真走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。算了，别皱眉头，我是温柔的女人。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我等会儿去吃，拜拜。气数，走了。对啊，我没有吃饭。好女人，晚安。晚安，好男人。晚安。果然吧，我就说我是好女人。不好好吃饭是吧？坏女人，怎么不好好吃饭又是坏女人？哦，我先纠结一下吃什么，不知道吃什么，没事，等会儿去商讨一下，商量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晚安。拜拜哟。